妈的，妈个巴子的，又挖出来个空的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观音土吃多了是会死人的，知不知道？爹，我饿，我都三天没米下肚了。饿死了也给我忍着，今天淘不到东西就别想着回去。爹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都说这关山不太平，现在这世道哪哪都不太平，被鬼吃了也比在外头饿死强。这一山的棺木得要逃到什么时候？快走。上等着金丝楠木啊，这里头的黄花随便一家就够你吃上一辈子了。丹砂，这也太邪门了呀！村里黄瞎子给人驱邪，也就用指甲盖那么大点儿。老子叫着点儿。发财了！这回发财了，发财了，都装起来，发财了。剑兽，啊！麻姑像，爹！爹！
这两个盗墓贼，最后啥也没捞着，反而把命啊送给了马姑奶奶了。这都是说书先生编出来吓唬人的。哎，老弟，你可别不信，这马姑奶奶得道飞升，肉身就埋在这棺山里头。开了。谢谢老弟呀！丫头啊，下次记得把钥匙保管好，知道了吗？嗯。<笑>就这玩意儿啊，咱丢了可以再买，何必要麻烦人家呢？这可是爹爹送我的竹蜻蜓。好孩子，快去睡去吧。两个徒弟以前得过病，虽然毁了容，但不是坏人。老弟，别怪我多嘴，我毕竟也行商多年，也见过不少人。可像你们这身打扮，不像是一般的开锁匠。关山这斗，摸不得呀。老兄，你多虑了。我们不到关山，我们是去龙塘乡赴故人之约。谁家的孙子？你去看了吗？包子，是吗？特别可爱，包子。您看过？哎，小伙子，来点包子。备好这几样东西，还是城南一庄的。这里没有人，你们两个不用再装了。母亲，你帮帮你师兄。是，师父。是，师父。师兄，忍着点啊。能不能轻点？每次下手都这么重。哈，谁让你不好练功啊？就你的脑袋比铁打的王八壳还硬。站住！你站住！算你头发。好了好了，不要闹了，预备好的东西拿出来吧。是，师父。师傅，您这一桌菜是要拜神吗？请客。啊？请客？这里能请谁啊？你觉得呢？这里能请的不就……鬼。那，你们两个轮流守夜，千万不能让香火断供。那如果不小心断了呢？师傅。醒醒，师兄，醒醒，子时要换你守夜了。醒醒啊你啊！你能不能先等师兄一次啊？顶着一个大脑袋，几夜没睡好，难得一个安稳觉。你要是再不起来，我拿针扎你！
救命啊！差点娶不了媳妇儿。我们呀，这个是幻谷的蛊虫，你们俩着了道了。师父，我看来是中蛊太深了，我在幻觉里出不来了。老东西，别装神弄鬼了。师兄，别来无恙。见过你们师叔。师叔。铁指探穴张破山，黑衣神蛊贺老鬼，您就是与师父齐名的师叔啊？不过是蹭你们师父个虚名罢了。老东西，一别20年，你还沉迷这些金丹黄白之术？你用密函不远千里唤我来，不会只是为了叙旧吧？麻姑一梦梦千年，三剑沧海成桑田。师兄可还记得师父至死都念叨这个麻姑玉枕？罗蛮子不知从何得到了玉枕，如今他正准备广拉壮丁，开山炸木，与其让麻姑珍宝落在恶棍手中，我们为什么不敢在他前面取出珍宝，告慰师父的在天之灵啊？那就是说师父要带咱俩下墓？太好了，师父跟您这么多年，总算世上根本没有神仙蓬莱，只有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，盗墓干的是丧尽天良的勾当，五弊三缺都是因果。我20年前在立誓收山时就已经说过，20年了，嫂子和青儿的事
真的不能怪你。别讲了，王毅，跟你师妹去收拾东西，天一亮我们就回奉天。师兄，宋克，师兄，这宋毅。青儿真乖，青儿就记得你喜欢吃这个。爹爹，我要竹蜻蜓。一会儿让爹爹给你做好不好？好。师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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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别生气啊！啊，我师父他就这脾气。我当然知道，我只是气不过，这麻姑珍宝将被罗蛮子这样的混蛋得了去。师叔。如果罗蛮子真的拿到了玉枕，他一定能找到麻姑墓吗？这玉枕一定是找到麻姑墓的重要线索。那就是说，如果罗蛮子没了玉枕，他就找不到麻姑墓了呗。检查仔细了啊。现在城里都在传大帅有件稀罕的宝贝。哎呀，你们这洋人呐，消息倒是挺灵通啊。罗蛮子竟然敢跟洋人勾结。哎呀，知道我这宝贝打哪儿来的吗？到底从何得来？这东西可不是人给的，黄仙做媒，麻姑下凡，听过没有？我记得那一天是7月15。以为只是一场春梦，没想到一觉醒来还真他娘的多了个枕头。哎呀，自从得了这个枕头，哎，我便每日梦到那个麻姑墓，墓里边那奇珍异宝数不胜数啊。我这一琢磨，这可不就是仙女见我身上有君王龙气，才故意便宜了我吗？这故事一听都是瞎编。那玉枕在什么地方？不着急，来，罗先生，喝。人都死了，为何要锁着？哎，谁在那儿？谁在里面？
我的个亲娘，这太吓人了。怕啥？大帅说了，仙女送的宝贝。这你也信？明明是抢过来的，邪乎得很。你见过什么宝贝？专门找个死人压着。这在我们乡下叫七煞锁魂，以煞当煞啊，专治邪物的。你别说了，说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。走走吧。哎，走走走。以煞当煞，什么玩意儿这么邪门？这死了还被锁着，太可怜了。你直接开个价，要多少钱？哼哼，爽快。要是我能把那麻姑墓里的宝贝弄出来，全都给你，你能拿什么跟我换呢？大帅想要什么？宝贝归你。我要整个鄂州。不好了，闹贼了！大帅，不好了，御史没了。什么？还不赶快去找？是，快点！师兄该不会沉不住气吧？我这边走。是，快，快快！哎，是我，木枪，这边走，翻墙出去，这墙太高了。他往前走。不行，你怎么办？不行，师兄，不行的。快呀，师兄！两个不省心的东西，这边，滚手！师父平时怎么救你们的？师兄，这事儿不能全怪两个徒侄，要怪就怪我说漏了口风。别说了，这东西哪里拿到的？放回哪里去？干啥呢？师傅都给台阶下了，走走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我不去。罗蛮子已经和洋人勾结，他要开山炸墓，拿墓里的宝贝去换洋枪洋炮，才到鄂州当草头霸王。我亲耳听到的，师傅。要是真给他得了逞，再打起仗来。这方圆百里的百姓还有活动吗？师父，我跟师兄都是您从死人堆里刨出来的，那这里别的小孩呢？他们能有我们这么幸运吗？他们就该白白送死吗？你也要造反啊，是不是？师父，我虽然没什么本事，但大是大非我分得清。皇帝虽然没了，但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是我们炎黄子孙的，不是他们洋鬼子的。天下万物各有其命数，你们就管好自己吧。师弟，嗯，玉枕就交给你了，明天一早我就回奉天。师父，还有，如果你们两个执意留在此地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师徒缘分到此为止。师父，师父，师兄，如今玉枕已得，
与师父毕生所愿只一步之遥。要说的我20年前已经说过，你要是愿意就和我一起把玉枕带回奉天，和师父一起安葬，既了却了他老人家的心愿，也避免此物祸害人间。老二来不成？坏了，大帅的宝物也敢偷？前面封城了。我看你们是不知道老王爷有几个。是因为玉枕？今天东西找不到，谁都别想给我出城。那不是孟老板吗？哎哎，官爷，你可不能不守信用啊！啊，你说买了同行证，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。我可是花了20块大洋。不看，谁收你钱了？乡亲们，我们都是买了同行证的，我们要出城，我们要出城，要出城，我们要出去。乡亲们，医生们，老爷。没找到玉枕之前，能离开这儿的只有一种人，那就是死人。爹，这是我的礼物吗？静儿，静儿，静儿，师父，去玉，都给老子听好了，别以为没了玉枕就找不到宝贝，就算把关山炸平，也要给我把宝贝炸出来。出发！撤！怀疑，把咱们的盘缠都给他们吧。师父，我们盘缠给他们，我们怎么回奉天啊？我们不回去了。不是，傻子，师父那是想通了。师傅，这九转莲花锁我开了好久都开不了，究竟怎么开啊？九转莲花锁仿造文殊九宫八卦图制成，八个锁眼对应奇门遁甲所指八个方位，八门全开才能转动这九转莲花。有生上动，静死静开，把门全开。第八好锁，下锁江山百川，上求九天飞龙。锁山一脉最初是为皇家制锁造石的工匠老祖宗发明的摸秋指套，再复杂的机括也能徒手破解。皇家不负我们，却凭着这门手艺成为了盗墓的一支。师父要带你们下墓了。真的？谢谢师父。太好了，铁齿枪破山，重出江湖了。太好了。水有名，地有情，锁山亦可开山灵，阴神关匣子坟，唯我太尉赶山行。哎，干什么去？陈焕，尸体。拜过祖师爷，你们俩就是锁山太尉第18代传人了。祖师爷在上，出来了。尔等此次下墓，只为赶在罗蛮子之前将墓中珍宝转移，以避免落入洋人之手，不让罗蛮子奸计得逞，护一方百姓平安。
是说聊聊你们以前下墓的事呗。我讲不好啊，你们师公只把开锁破山的本领传给了你们师父。哦，师父，您开了一辈子锁了，到底哪种锁最难解啊？木锁易解，心锁难开啊。木锁易解。师叔，师父是不是打小就这么严肃？他以前不这样。那为啥现在他看谁都跟欠他钱似的？没大没小的，你看的啥？我看一眼。不给你。啊！我看一眼。不给你。你给我。不给。师傅。给我。像不像？一点都不像。师傅哪有你磕的那么丑？那是因为师傅没笑。师傅，你笑一个嘛。师傅，送你了，希望您老人家笑口常开。你少气师傅，师傅自然就笑了。对了，师傅，咱们还有多远才能到啊？现在时辰还没到，你们先睡一会儿，我们亥时出发。人呢？师傅，师妹。师傅，师妹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投河自尽了吧？这，师兄，醒醒，师兄！你还真不怕邪门？敢枕着他睡觉？师父要出发了，走。把玉枕给我，师父。地上的星星跟天上的一样。山峰一从星峰起，大地龙行各有名。就在那儿，星头所指就是龙头所在。师傅，这沼泽这么大，我们要上哪儿去找啊？我们找不到，就让别人帮我们。师弟，带印放洒了吗？有。这啥玩意儿？那么臭！对你而言是腥臭扑鼻，但对这沼泽里的东西而言，却是求之不得的催情良药。来，撒进去吧。都撒上。
这玩意儿啊，喜阴寒，发情的时候专往坟地的寿材里钻。跟着他。这就是麻姑雕像。老鬼，这里很奇怪，一般的村庄都是坐北朝南，但这正好相反。师傅，这儿跟阴宅一样。起雾了，师傅。谁啊？他们不是人，闭上眼睛。睁开眼睛了吗？醒一点，你看下面。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们看到的都是蜃景，难道刚才过去的那些人是幻觉，不是真的？师兄，那边有风口。好，我们就往那个方向走。师傅，这些船上面怎么都放着棺材啊？上船。那些祭祀的人就是在这儿用船把棺材运往麻姑墓。
奇怪，怎么光打雷不下雨？你们抬头看看，怎么会有两个月亮啊？关山山脉自成一格，内冷外热，山里与山外的气候形成强对流，才会有这种奇观，这种风水格局百年难得一遇。十万撼天雷，双月映龙关，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师傅，这啥也没有啊！难道这麻姑墓在这湖底下？师傅，我睡醒了，我下去看看。下去探路，点到为止。小心。老鬼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听你这声音，可不是病了一日两日了。我给你把个脉看看，来。挡不了他们太久。
怎么样，怀义？没事，师傅。师傅，刚才那些东西是什么呀？为啥一见人就扑上去啊？这些是血蜘蛛，是专门吸食人血为生。想必是因为这棺山棺材堆积连天，湿气太重，才滋养了如此多的邪物。师父，家的雄黄烧纸，怪不得这些毒虫不敢进来。师叔，麻姑墓，我们真的找到了。前面那是什么？镂刻计时，这工艺明末就失传了。计时？计什么时啊？恐怕是洪熙朝回朝的时间。可这上面只有一个时辰。代表着就是一个时辰之后，就是洪熙朝回朝的时间。那这里岂不是要被水淹了？这一砖一瓦皆为陶瓷烧制，水火不容，怪不得保存得如此完好。师父，这个就是麻姑吧？麻姑肉身成仙，却一直没有白日飞升，村里的信众便修建了这座庙，世世代代在这儿为他守灵。那这边这个女子又是谁啊？献给女仙的祭品，而作为回赠，麻姑则许给他们无穷无尽的寿数，长生不老啊。师兄，我们赶紧走吧，别耽搁了。师弟，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俩打碎了师父的一个花瓶，被师父罚跪了整整一个晚上。当然记得，我拿武功吓你，结果一不小心打碎了花瓶。对，我记得那条武功是师父他教给你的。相传此虫母与子分离必聚会一处，古人将子虫的血涂在钱上，无论相隔多远，母虫也会寻味找回，这才有了天龙寻尽的典故。你究竟想说什么呀？我只是想看一眼师父传给你的那对白足天龙。我早弄丢了。你真要我明明白白地跟你说吗？我徒弟的功夫我很清楚，大帅府戒备森严，他俩人全部在那边无人之境，还是城南一庄等。你不是真正在乎师父的意愿，只是痨病加深，才把这麻姑诊梦的传说当成了救命稻草。你为了长生不死，逼我出山帮罗蛮子找到棺山古墓。师叔，
你真投靠了罗蛮子？张三爷的本事，罗某实在是佩服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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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既然这里发生的一切你已然知晓，还烦请了了罗某的心愿。如果我说不能，你们要干什么？那你这些徒弟可就要吃点苦了。张三爷，咱们时间有限，耽搁不起了。这应该是当年放玉枕的地方，看来玉枕就是打开母门的钥匙。玉枕呢？在他身上。去，别动！叔叔，大帅，放上去。老头，我把玉枕放上去。我让你放上去。你把玉枕给他，他要是故意摔了，木门打不开，这到手的宝贝飞了，你担得起？大帅说的是。这可是个立功的好机会，好好表现。去吧。你们小心了。
怎么回事？赶紧把门打开！大帅有所不知，这是六甲秘住所。我们师父说过，以不动明王咒设下六重密钥，但凡开错一重，将会导致整个墓穴崩塌殆尽。你还记得？你记不记得师父告诫我们，在有生之年，若遇见六甲秘住，一定要立刻放弃。他妈了个巴子的！你再不开锁，老子马上送你见师父。历经险阻至此，
欲何情？我想要长生。勿与汝既有仙缘，今此太上之药，子得服之，白日飞天，可以言也。贤侄，果然在这儿。你放开我！师兄，你猜的没错，我早已病入膏肓。贤侄，是我唯一的活路。你们是什么东西啊？尸体别给我吃，木鱼能治好了。贤侄，给爹爹呀，留这个，啊，青儿真乖。爹，你回来啦！爹。你今天一定要走吗？明天是孩子的生辰，就别去了吧。这是最后一次，去完这次就收手了。爹不去，爹说好陪青儿的。爹，去就回来，回来给青儿带礼物。爹回来给青儿带什么礼物啊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青儿，爹，羊被坏人抓走了。他们说你是
建儿，建儿，爹，弟弟，快过来跟我们一起玩呐！师傅，快醒醒！建儿，师傅。师父，都是幻术，不是真的。这，师父，师父哪有你磕的那么长？那是因为师父没笑。师父，你笑一个嘛。师父，快醒醒！留在过去，要你永远留在这儿，永远，永远，永远！走！
根本就没有财宝，全都是幻象。什么？他骗老子！你快走！快走啊！不准走！快走！快走！走啊！走啊！快走！回来！回来！都给我回来！宝贝，小心！师傅，小心！没有，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啊！啊！这棺材怎么破了个洞？幸好我水性好，你还小，还以为能有多少稀世珍宝呢，没想到就是一场空啊。那总比便宜了洋鬼子好。对，对了，师傅，您啥时候把您的铁手传给我？我要用您的绝活去保护墓里的文物，不让他们落在洋鬼子手中。等你能把木头雕好了再说吧。嗯。师傅，您刚才是不是笑了？我看见师傅笑了。师傅笑了，师傅笑了。师傅，刚才那些东西都是什么呀？肉豆蔻能长那么大吗？肉豆蔻果实有麻痹作用，少量服食可温中真气，可其化粉一旦大量吸入就会产生幻觉。麻姑村的人错将这种幻觉当成了麻姑显灵，更将祖祖辈辈都与他葬在了一起，尸骨阴气常年滋养，才长到这么大。原来长生不老的真相是这样的。玉针里头装满了他的果实，不止蛊惑了你，还蛊惑了罗蛮子和每一个妄图寻找宝藏的人。肉豆蔻制造的幻觉将他们引进麻姑墓，变作自投罗网的食物。